怕。什么 ？Hello Hello Yabby， Hello 思源 ，Hello 微如 ，Hello 微宝宝 ，Hello 陶瓦哥，噔噔噔 ，Hello 震动 ，Hello 陶瓦哥 ，Hello 微宝宝 ，Hello 阿泽泽 ，Hello 明晶 ，Hello 沙友。Hey, and let tell me. 보고니까달라지까대요I'm sorry, I don't care, really don't care. Hello, 德全 Hey, hey, 啦啦啦啦啦啦 Hello, 小猪耳朵 ，Hello, 小新。谢谢明晶，谢谢思远的心之管管。Hello， 星星。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没有可以配，没有可以配这个小绿绿衣的特效啊 ？I'm on a dollar Hello， 晨晨。Hello， 寿司。晚上好呀，大家。Hello， 新鲜柠檬。哒啦哒啦 ，I'm sorry, I'm Ben。Hello， 墨西哥卷饼，谢谢思源的星梦一元版，谢谢思源，谢谢新鲜柠檬的星梦一元版，恭喜新鲜柠檬找到。Hello， 静耀 ，Hello， 飞宝宝 ，Hello， 史密斯，今天提早开吗？哎，对耶，我现在才发现我提早开耶。我今天到底哪里不一样？大家有发现吗 ？Hello， 史密斯 ，Hello， 来找茬 ，Hello， 马哥 ，Hello， 新源店长，谢谢你又来看我了。Hello， 雨过天晴 ，Hello， 流星 ，Hello， 俊颖，谢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 ，Thank you。Hello， 俊颖 ，Hello， 佑星，大家晚上好呀。Hello， 薇安。读 ，I love my， 哦 ，I love。你既然也会提早开，我没有发现呢，因为我刚刚跟章鱼打了一场电动以后，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再打，我说不行不行，我要开播了，我就赶快来准备，然后我就开播了，就发现哎，我提早了耶，我是提早仔。Hello， 小雨，好久不见，雨过天晴。马哥晚安。Hello， 阿贵仔 ，Hello D G X D G F J C。Hello He， 你好，晚上好，阿贵仔，眼睛吗？哎，眼睛哪里不一样 ？Hello， 王红颜 ，Hello 文言，阿泽100分，提早仔最棒 ，I love myself。Hello 凤宝宝，谢谢小薰的我来签到啦 ，Thank you， 沙沙沙 ，Thank you， 沙 ，Thank you。南无嘎达啦达啦，哟！我其实一直很想知道我自己到底从一开始到现在，我究竟开播了几个小时？因为呢，我现在有一个特效是小鹿宝宝，他说开500个小时就可以开播时长大于500个小时就可以解锁这个小鹿宝宝。可是我要怎么看我到底播了几个小时？看你今天这么乖，我决定10秒不骂你，不谢。怎么这样子？怎么只有10秒钟？10秒钟也太快了吧！圈圈，嘿 ，Hello 玉安 ，Hello 南野秀一 ，Hello 钟欣 ，Hello 卡缪，谢雨过天晴的 kiss 啾啾，嗷嗷嗷，玉安 ，Hello 钟欣 ，Hello 阳光型男，晚上好呀，大家100分哦 ，Hello 西恩宝宝，西恩。哔哩哔啵啰啵，怎么了，中心？卡喵喵，喵喵来了。查尼卡萨拉，格尼卡，拜拜。他怎么都是拜拜的啊？嘟嘟嘟，中心。哎呀，我今天怎么那么丑？想想刚刚那个角度也太丑了吧。Hello Jimmy。可能等采购出现后再过一阵子，什么意思？黄鱼 ？I wanna be me me。哈
还没八点呢，早开吗？对啊，先，我今天是提早仔。Hello， 玄雅，晚安。我今天是提早宝宝，怎么那么乖啊？我觉得我好乖哦，又可爱，我好棒。晚上好，玄雅。Hello， 嘉诚。悠悠，目前只知道本月已播22小时哦，我这个月已经播了22小时，是不是？那离500小时还有多远？Hello， 123 ，Hello， 小啾 ，Hello， 金姐大叔 ，Hello， 戴戴 ，Hello， 123，恐龙公，对啊，平常没有那么准时的，真的耶，我今天好棒哦，我今天怎么那么棒？Hello， 双双 ，Hello， 李冠，你是彩带宝贝耶 ，Hello， 梦断魂 ，King King， 恐龙公，他好像只会记录当月的，啊，那我就看不到了，对不对？Hello， 夏青你 ，Hello， 短暂停留 ，Hello， 任应天，谢谢短暂停留追踪 ，Thank you， 咪咪咪，要自己或是粉丝到主页记录每个月的时间啊？真的假的？就那么麻烦，算了算了。难道今天主吃错药了吗？哎，什么意思？好，金剑大师开车小心，没关系啦，如果没有特别记到就算了。要再来笑你，我再来笑你了。哎呦，我跟你讲，连接耳东我都看到他的那个文里面打说，不知道是哪一个成员的那个，就是彩带整颗丢出去，那个不知道是谁就是我呢，怎么办？祖祖，你昨天还会去果果台浪啊？哎，怎么知道？其他人怎么知道？大家怎么会有看到什么？哪有 ？Hello 天天 ，Hello 吃槟榔打10个 ，Hello 槟榔仔。Hello， 发生什么事 ？Hello， 圆圆，今天是假的祖祖，为什么今天是假的祖祖？我真的觉得很美，大家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到底哪里不一样 ？Hello， 季风亮，这礼拜要上6天班，好累哦。我刚好补课，没有不需要补到。Hello， 阿宝宝 ，Hello， 太极，欢迎回来。没有迟到的祖祖好不习惯哦。哎，没有礼貌，西恩，干嘛这样子？我也是有准时的时候，好不好？Hello DJ One，Hello 帅男孩，我昨天就在那儿，是吗？哪里呀、啊，德全，哈哈。Hello 翠翠，今天怎么会说话不真实？怎么那么会说话吗？什么那么会说话？我本来就好会说话呀，嘿嘿，我是聪明仔啊。现在发生什么事的新之冠？我们听什么 ？TT 呜呜的歌 ，Hello 企鹅 ，Hello 哇呼，美瞳很漂亮呢，哎，塞哟，100分，这礼拜要补课，对啊 ，Hello Cool Jessie 吗？还是什么 Jessie？ Jessie 应该是 Jessie， 我应该没念错 ，Hello 娇娇 ，Hello 炸韩晴，哪个美瞳 ？Hello 阿米。还真是的，眼睛真的是，今天眼睛这么明显，大家都有发现不一样吗？我今天哪里不一样？Hello， 杨雄，祖祖是有准时的时候啦，公演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好准时啊。独祖祖，真的，他们每次唱独自祖的时候，他们都说原子祖之歌要来了，你就不能挑一点自然的颜色吗？这很自然啊，跟我的衣服融为一体了。好的。Hello， 六星城楼，你怎么也绿绿的？谁？其他人还有谁绿绿的？今天好看，谢谢刚车迷袁猪猪，晚安，晚安，晚安，袁柳城，嘟啾啾，嘟啾啾。听说你以为面面是大师，他明明39，不是。我跟你讲，那时候我是说，面。面你多大？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这个好像不能讲。反正就是刚好那个妈友跟面面都在，然后因为妈友跟我一样大嘛，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哦，我们现在学分不需要修这么多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后来那个面就在旁边，然后就说，哎，那你应该也可以不用修太多学分吧，然后就说你现在多大？他说他现在大几啊？我又忘了，一还二忘记了，然后我说什么？你不是跟我一样大吗？我以为你跟我们一样大。我是小猪吗？我是毒猪猪，我爱你。Hello， 我爱你。Hello， 叶师傅，绿是七七的颜色啊？哦，真的吗？
七七是绿色哦，眉毛比较粗吗？哪有，我今天哪有比较粗 ？Hello 玉安，谢飞宝宝的幸运丝耶，头卡卡的吗 ？Hello 景庸，哦大二是不是？哦他现在大二是不是？哦大二大二，我忘记了大二大二，口红色号没有差很多啊，哇幸运丝开启，你个腿，啊你得。七七的头上是一直红绿绿的，你这个 diss 属于高段的 diss， 真的吗？为什么算高段的 diss？ Hello Kevin， 是宝宝，星星两条杠杠，嗯，跟我好搭哦。今天祖祖学校还有二一制吗？什么是二一制？这还用问吗？什么东西还用问吗？米宝宝 ，Hello 雅武 ，Hello 企鹅，安树宝宝。女神来点浪漫来袭，九点，你说要浪漫来袭吗？好啊，九点放。Hello， Demo 吗 ？D A Day 是吗 ？Hello， 九蛋，听说淡水要半路跑了，祖祖会去应援吗？不确定哎，如果一零那边也要我去，应该会去。不行，那个美瞳越来越像青蛙的眼睛。什么？谁跟你青蛙的眼睛西安？Hello， 老豆芽，谢柳橙的星之冠，好可爱哦！我今天这个好适合星之冠，我今天就是一个小公主啊。没有了，谢谢柳橙的星之冠，飞宝宝，好久没有回去淡水了，你很久没有回去淡水了，所以哪里不一样？美瞳吗？对呀、啊。我今天眼睛都哎，等一下，大家请问这个是什么颜色？大家看得出来吗？我很怕大家回我一个很奇怪的颜色。Hello， 一凯，仙女之眼喂，对吗？我现在是仙女之眼，现在一边刮银漆一边听祖祖，甜祖祖，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的那个啊？就是刮刮这个有没有什么中大奖之类的 ？Hello， 冠红。恭喜飞宝宝中奖绿色 ，Hello 红毅 ，Hello 成长 ，Hello 花生糖 ，Hello， 哦、oh, ，你是明天生日吗？恭喜成长长大了，青色、黄绿色、猫眼 ，Hello 威宝宝草绿色，好啦，差不多对啦，这是绿色没错，但他没有他，我忘记他是写什么绿了，但他是绿色没错，我很怕大家跟我说，嗯，这个是黄色的眼睛。或者是咖啡色的眼睛，我可能就会哭这样子。后天放下欧巴，一起放下欧巴。Hello， 玄女王 Mix，Hello Mix， 你好。长大了，对啊，你要长大了，你要长大一岁了，还是你希望我说老了一岁了？瓜要花一段时间，填序号又要花时间，真的很用心。Tiffany 绿吧，衣服是 Tiffany 绿，可是眼睛好像不是。Hello， 喵讲了大罗北，嗨嗨。No. Hello， 切尔东。测试完毕，我没有色盲，恭喜，没有错，你没有色盲。橄榄色吗？我忘记了耶，我要查一下。嘟嘟嘟嘟嘟嘟嘟。Set on your day。眼睛就是猫眼睛，对，我今天是猫眼睛。谢谢费宝宝的心之怪，嗯，我好美哦。嗯，哒啦啦尼格，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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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威宝宝的星梦应援棒 ，Hello Taxi，Hello 一晨，握手会怎么登记？其实我也不会，你可能要问一下德全他们。要问一下德全前辈，岁月不饶人啊，时光喷口水，时光转瞬即逝啊，宝贝们，吓我一跳，我想说我怎么一打开是一个萌妹子穿着泳装啊，原来是我们家石无暇呀，谢谢是宝宝的心之管，谢谢非宝宝的心之管，谢谢一晨的星梦应援棒，恭喜。Olens, L E N S, 奥迪色感。Hello， 花生什么事？这是什么颜色？Circle Man Gate。
谢谢树宝宝。Hello， 发生什么事？现在柳晨，那应该嘛？等我 QQ 什么意思？青蛙眼睛颜色很差。哦哟，明明就很好看。到家再来，好，米宝宝小心骑车。What is love？ 谢谢发生什么事的星梦应援棒，谢谢柳晨的荧光棒啊，应援棒，荧光棒，等我哦，长大了哦。Hello 啊，谢谢发生什么事帮我分享直播间。Hello， 万神参拜万神啊。好，我跟你们说，我现在这个颜色是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欸，他没有讲什么绿耶，他到底是什么绿？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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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日就长了一岁了啊，尤其是我这种高龄族。不会，没关系，我们是变成熟了，我们长大了。噔噔噔。Lucky me, lucky, lucky, lucky。它到底是什么颜色啊 ？Me lucky, lucky, lucky。嘟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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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kuman， 它就是绿色，它没有写什么绿，但它就是绿。对 ，Twice 的歌。好，你先去找登记的地方。不会啦，我觉得生日很好。我下一次生日要等到，我想想看，我算一下要多久。现在几月啊？九月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我还要八个月才要再过生日。Hello， 水锤，祖祖你算是未成熟的，我这种属于过熟的。没有，你哪有过熟有吗？我其实不知道德全到底几岁了。水锤九二三，今天九月二十三是不是？哦，所以船长是九月二十四，九月二十四是什么星座啊？天蝎吗？哎，不对啊，天蝎是十月底，射手吗？射手座是不是？那我怎么办？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都是青色的柠檬，大家要跟我一起当青色的柠檬，好不好？青色的柠檬们，有人在线上吗，宝贝们 ？Hello， 萱萱，萱萱宝宝，天平是不是？现在九月底是天，哎，好像是天平哦。我都四字头了，不会啦，四字头还好，四字头 OK 啦，就是正值壮年时期，赞赞。Hello， 落日一下下。子子一百分，谢谢乐日一下下，我快要五字头了，不会，正值壮年时期，一百分一成，不会啦，不会啦，我跟你讲哦，你们只要心里年轻，我们就会永远年轻。就像我心里如果永远年轻，我永远都可以年轻，对不对？天蝎前面是天平，哎，哦，所以是天蝎完才是射手，是不是？女神下礼拜中秋节，对呀，我中秋节我想要。哎，我现在讲是不是就不好了？好啦，反正中秋节大家记得来看我直播哦，我会直播。然后对，是这样子吗？我都可以青色柠檬了，大家也可以是青色柠檬，是还是不是？你看我今天是柠檬妆，我今天是一个未熟的柠檬，青色的，是真的是青色的，不是那个青色，是这个青色的柠檬。我们属于耳机上系的粉丝，没有，你们是柠檬系粉丝。Hello 四五一，晚安四五一。我不想听这首歌了，我们来听午后好了。午后完以后，我们来听个 Dance the Night Away 好了。晚安，女神要去看女神做到甜甜圈樱花站，这是什么东西 ？Hello 中心 ，Hello 少凯，晚安啊。各自的观看。歌唱表彰，嘿，哒啦啦啦啊！
把害怕深呼吸，从肚子一下给气球吃光。谢谢451帮我分享直播间。Hello 小艺人的猫晚安啊。Hello 萨凯，甜圈是 Luca 的粉丝名哦，真的 Luca 的，我每次忘记 Luca 的粉丝名是什么呢？是甜甜圈的，对，我一定要记得。一道道课题，今晚先清醒。我觉得我自从那个剪刀石头布之后，我的声音就没有好过。大家还听得出来我有点烧虾声音吗？我吃晚餐了。我吃晚餐吃什么？哦，我想说我怎么那么饱？我今天晚餐吃咸酥鸡。Hello 浪客素一，谢谢小鱼儿的猫当我的粉丝团。Hello 北圆圆，是北圆圆吗？哦，是北圆神推。前几天我才跳完午后挑战，很棒，沙又很棒。没有，祖祖果然很会说话。怎么了，柳橙？我吃炸酱面，好像还不错哎。Hello 晴晴，飞宝宝为什么点点点？我去把小紫竹拿来，等我一下哦。Hello 北圆神推 ，Hello 晴晴。刚好有这个星之冠的这个特效，太棒了！我实在是太会抓时间了。Hello， 铅笔，祖祖在猜拳大会穿得很好，快谢谢少凯，你是唯一一个称赞我是剪刀石头布的衣服的人呢。对不起，我按到了。Hello， 霸气四爷 ，Hello， 北原神腿的花枝精粹，原子竹嘞，原子竹在这里。Hello， 饭团儿，你好，饭团儿。Hello， 铅笔 ，Hello， 八七四爷 ，Hello， 马蹄 ，Hello， 陈公子，我出现了。Hello， 金丝牙，有很好吗？我觉得还不错啊。只要是我穿的衣服都很好看。谢谢饭团加我的粉丝团，你怎么那么好？谢谢饭团。Hello， 金丝牙。气切成，哎呦，走音啊 ！Hello， 树葡萄，你那个要来看我，这中秋节要来看我直播间，谢谢树葡萄的新之冠 ，Hello Only， 大家都要来看我哦，那个叫什么？那个中秋节要来看我直播哦，啊，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好像是这样子，没错，耶，是吧？没有错吧？啾啾啾，啾啾啾！女生会每天称赞你很棒，公车迷，谢谢你。谢谢 Only 的星梦姻缘棒，可不可以问祖祖一个问题嘞？请说，水锤。谢谢 Only 的许愿瓶，我去烤肉，你加油！你要去烤肉呢？太过分了 ！Hello Pat 。谢谢 Only 的新之冠 ，Hello 客仔 ，Hello 啊，那个啊，怎么了啊，柳橙 ？Hello Lolly， 中秋节我去别人家烤肉，还是会看姐姐的。谢谢宝宝，谢谢客仔加入我的直播间。哦，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多人加我们粉丝团？怎么那么好？中秋节边烤肉边配紫竹，没错，边配紫竹。晚安 Lolly，Hello 思远 ，Hello 思远 ，Hello G。耶耶耶！我要干嘛？我刚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我刚刚打开我的手机，谢谢451的工具箱，谢谢你。我刚刚打开手机要做一件事情，而且我刚刚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但我真的忘了，而且我现在脑袋空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打开手机要干嘛？谢谢小蛋糕的新之冠，要吃猪猪。谢谢小蛋糕的花枝精粹，谢谢小蛋糕的玄冰，谢谢你耶。
谢谢四五一的星梦应援棒，谢谢小蛋糕的许愿，谢谢柳橙的花枝精粹，传讯息给你吗？八七四爷，好像不是，怎么办？你再帮我提醒一下，还有什么事情？谢谢晴晴的心之管 ，Send you a message， 就是那个秋冬展在你旁边那个可爱妹妹是谁？我旁边有好多个人，你是说谁？你是说伟琪姐吗？还是轩云？轩云妹妹吗？自拍吗？不是，汤出镜。你要出镜谁？你要出镜我吗？好了，对不起，公车迷，我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公车迷，我为什么被出镜？要吃水果让你想起来吗？为什么要吃水果就会想起来了？我要说什么啊？Hello， 嘎波，恭喜晴晴中奖！谢谢小蛋糕的香，谢谢小月儿的猫的香蕉。可是怎么办？我还是想不起来。谢谢晴晴的星梦应援棒，可爱妹妹是祖祖，那个像黑加加的那个，应该是轩云。你看轩云是不是？谢谢嘎波加我的粉丝团，谢谢，怎么了？谢谢你们。啊啊啊！你说我不能私聊是不是？谢谢你们，哎呦天哪，我好感动哦！谢谢大家在我直播间哦，粉丝团，谢谢你们。Hello， 依依整心男子，嗨嗨悠悠。Hello， 怎么人这么好啊？大家怎么大家真的今天怎么那么好？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吗？这样子害我吓了一大跳，哎，好感动哦！谢谢大家。那我太开心了，我真的忘了我刚刚要做什么，而且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事情了。我明天晚上的那个直播呢，我改成星期五晚上播哦，大家。Hello， 我是不是有打过招呼了 ？Hello， 整戏男子。Hello， 依依的整戏男子。然后等一下，然后为什么我明天？是因为我明天要去拍一个影片，那影片出来的话再跟大家说哟。虽然也是跟吃的有关的，但是这次不是我要吃东西。好，对，改星期五晚上九点。卢卡改礼拜六日。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Oh yo only， 对的钱了解。Hello， 杨公公，好哦，飞宝宝，好哦。怒神我会看，一定很好看。好哦，又是跟吃的有关的，当然我一定是跟吃的有关的啊，对吧？对吧？你们说是吧？是吧 ？Dance another way。我们来听一个那个乌啊好了 ，Twice 的 Like 乌啊 ，Twice 的出道曲。Hello 左左 ，Billy B 树宝宝 ，Hello 柳晨，怎么了树宝宝？是下偶包是什么意思？放下偶包吗？不是放下偶包的。对不起，我把你打成大怒神没关系。其实我真的不太敢玩自由落体耶，游戏游乐设施来说，不是。Hello， 祖祖，不是，这样你后天播会撞放下偶包呢？是，我放下偶包通常是几点上片啊？我们可以一起看。Hello， 金门草莓酱 ，Hello Kevin，Hello 切尔登，欢迎回来，小月的猫咪。Hello， 贾维斯的小朋友。马的扎兰扎，应该是站你左边的那个。那就是轩云，钟轩云。其实我不太会打他的名字，但是你搜寻这个看看，应该会找得到。钟轩云 ，I'm not go， 应该是啦，我应该没有打错。七点的样子，那就没有啊，我九点才播啊。你们先看，然后来跟我直播的时候分享。那个，呜啊。请西姆尼嘎嚓，呼呜啊哈耶 ，Hello 风仔 ，Hello 虎爷 ，Hello 东东，我决定不要听这首歌了，我要听我那个我的小时候的偶像的歌，就是少女时代的歌，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少女时代，我第一首知道他们的歌是。
说出你的愿望，但我现在放这首歌是 G， 好听，怀旧歌曲，但是很可爱。你说 G 吗 ？Hello， 咚咚，晚上好呀，风仔。哎，风仔我，SNSD， 对 ，Show me stick，Team Mr. Taxi， 少女撇带。我现在的最爱也是少女时代，我最爱是允儿。我是因为允儿才知道少女时代的，所以我是允儿粉。呗呗呗，谢谢整心男子的告白气球，谢谢你耶，真的很谢谢你，欢迎来新人店长 ，for shiny 吗？新人店长 ，hello 新人店长你好，呗呗呗呗，对啊。Hello， 草莓风暴怎么了？为何大家要笑 ？Hello， 草莓风暴，杰西卡之前也是少女时代的，对 ，Twice 的主打歌，我小学六年级听过了。哇，我好像那时候高中了呢。Hello， 呱呱 ，Hello， 养乐多，你跟章鱼一样喜欢润儿哦？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润儿才知道少女时代。谢谢依依，好，我会加油。不是，谢谢依依的整性男子，谢谢你，我会加油的。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真的很谢谢你。Jingl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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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哈喽，阿努纳奇。Hello， 大福哥，记得那个时候玉凤才是小时候吧？2009年，玉凤宝宝，凤宝宝，你2009年，你几岁？晚上好，安德纳奇，我喜欢泰妍，有我很多朋友都喜欢泰妍，喜欢唱歌担当。Hello， 一晨，谢谢一晨给我100分。Hello， 小富贼。巴扎巴扎摩兰达里，家里家里妈咪的垃圾圾圾圾圾 ，O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我喜欢徐玄，徐玄是忙内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是允儿跟忙内，每次都是他们两个要负责做事情，然后每次我都会看到允儿跟徐玄一起。你刚刚有跟我说什么吗？没有。Hello， 我本来要说什么，但我忘记了。Hello， 有什么什么刘又廷蜜茶 ？Hello， 蜜茶 ，Hello， 志祥，谢谢脸纯的星梦应援棒。O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谢谢大福哥帮我分享直播间，好哦。而且我是下一秒我说风仔，然后等下一秒我就忘记了。泰妍对粉丝不好，为什么？泰妍为什么对粉丝不好？不是应该很帅吗？你不喜欢泰妍吗？你喜欢泰甜吗？谢谢风仔的心之冠。啊，我要找漂亮，大家快点帮我截图，我要截漂亮的。搓搓搓酒窝。盐对硬，你要很甜的是吗？你要甜滋滋的吗？甜滋滋，我们来听什么好呢？我们来听个我们来听个 solo 好了。Hello， 风仔，欢迎回来。我是2004年出生的，所以是，哦，你4岁的时候，少女时代刚好正红的时候。泰妍，他的意思说泰妍应该是酷酷的泰妍吧？妍对应。Baby， 恰吉又不破过谁怕？谢谢 Only 妍，不是，谢谢 Only。圆嘟嘟是什么？没有，谁圆嘟嘟？我哪有圆嘟嘟？那时候我才小学4年，你哪有？公孙敏，你不是跟我一样大？你那时候2009年，你怎么才小四？不对吧？哦，是小学4年级吗？19，1、2、3、4、5。
五六七八九。哎，好像是小学四年级，对不起，我错了。Hello， 浪克斯二零 ，Hello， 小白兔，你是要说点点的事情吗？好像不是，我忘记了。竹之道言对应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凶凶的对嘛，对不对？是吗？我只知道可甜可盐是可以可爱可以很帅，差不多吧。我凶凶的吗？不是吗？卢卡祖祖飘勾西波，飘勾西普勾西波。那时候四岁，我都不知道在干嘛。吸奶嘴，我四岁在吸奶嘴。Hello， 花生糖，幼稚园。好吧，那时候我忘记了风仔，对不起。Hello， 四，我等一下想到我再跟你讲好不好？风仔，思源，哎，我来试试看，我看一下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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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慧现在有办法，我来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联播好了。不要啦，真的吗？是连播吗？会失败吧。而且连播的话，感觉你会很，连播的话感觉你会很吵。你确定吗？我都不确定。试试看，我要试试看连播。我已经连播了，怎么办，宝贝？好棒哦，成功！但是好像要戴耳机。你怎么那么白啊？宝贝，你好像要戴耳机耶，比较听得到你的声音。因为我今天穿绿色。终于，我们终于成功了，宝贝。你没有耳机啊？你的耳机？你的耳机是蓝牙耳机，对不对？没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好 ，Hello 塔瓦哥 ，Hello 天中，会要用耳机，对，要会要用耳机，真的要成功，真的很棒哎！我们家会啊！哎，会不见了。灰啊，灰，祖祖今天穿我的保护色，对你，我是绿色笑笑宝，你的麦要离远一点，对不起，刚刚居然没发现，你真的很吵哎、欸，啊，对不起啦，我小声，对，祖祖声音太大了，是不是？好，要关声音了，好像联播我们要小声一点，我会太大声，我太大声你就提醒我好不好 ，baby。很感动哦，你第一次有声音吗？你是不是第一次联播成功？你的第一次是不是给我了？喂，听起来有点怪。喂，祖祖不要说我来过，爸爸，你为什么不要说你来过？洛瑞一下下被呛了，对我被呛了，阿老杜讲，阿老阿米笑跑走了，好冰冰，笑笑来我这里了，笑笑要回去你那里了。旁边姐姐旁边的那个姐姐叫什么？小慧的吗？对，她叫吴奇慧，慧慧宝，袁阿慧。哎，祖祖，你看我今天穿的裙子很可爱。有，我刚刚就有发现，我刚刚就有看到你看起来很像一个乡村妹妹。哎，这是称赞。是，就是走一个乡村可爱风。我今天走一个清凉无袖风。吴飞宝是什么？什么飞宝？你欠揍！飞宝，自动改姓。飞宝怎么自己改名啊？吴飞宝，对，袁飞宝才对。哼，
那就无缘飞吧，无缘飞吧。整组十几个人压不过祖祖的声音，哪有？我有很大声吗，宝贝？怎么？我有很大声吗？嗯，不好说。哎、欸，祖祖竟然开枪了，我哪有开枪？哎、欸，我好像没有看到我整个人呢、欸，我看一下，这样可以？可以。哇，我的腿看起来很短。好可爱哟、哦，你哟、哦！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这边给你一个。我现在在你那边吗？对，我在你那边呢。好，那我丢一个。什么意思？丢一个礼物给你。谢谢猪猪的荧光棒。嗯，我是不是他？人家明明就叫迷你猪，人家明明就叫迷你猪，你干嘛说我的名字？不是，你是迷你猪猪猪。他是小，我没有。哎、欸，这个，他是到底在干嘛？杨雄说：“你这样看起来黑黑，你要不要把那个亮度调亮一点点？”哎、欸，杨雄真的很欠揍。小慧马上反击。我都已经是想我怎样？祖祖，你是有开那个白吸呀、啊？我没开啊，我把白吸关掉。我跟你讲。我什么都没开啊！我看一下，我把白皙，这样子吗？他想要我怎样？可是我这样很赤裸哎、欸、！Oh my god！ 我的痘痘都出现了，我也很赤裸。谢谢小蛋糕的星梦一元棒，看不见我。Hello 黑哥，卖我杨雄。Hello， 对不起，杨雄。真的哎、欸，我们好开心哦、喔！你的第一次真的是100分，把灯撤了。你不要乱讲话啊，祖祖！我真的把灯关掉了。背包就，哎，我会把灯关掉，我会黑掉。一二三，哎、欸，等一下我有两个灯，一，你还有夜视功能，好强哦、喔！没有，因为我旁边有小夜灯。笑死！谢谢景晴的星梦应援吧。OK，OK、okay. okay 哦、可以 PK 啊，输了可以有特效可以遮。嗯，我觉得跟我跟慧慧比赛，我跟慧慧比赛，飞宝宝会去他那里，我会输。嗯，小慧消失了。飞宝刚刚说那个我在他心里的位置比你大。哼，哼，没关系，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不是，你在我的心里位置，同时就跟包含着他了、嗯，所以你跟他一样重要，他跟你一样重要，这样可不可以？因为你在我心里，然后他，什么意思？你在他心里面很重要。你说飞宝吗？对啊，你在他心里面很重要，你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在我心里都很重要啦，对吧？嗯，可是不行啊，这样子的话，晚上还是在你心里的话，我们就是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我觉得这样非常的不行。嗯、可是我房这个意思吧，不会，我房间很多。哦，滴滴，贵圈真乱，阿飞在对面哦，抓到。嗯，谢谢芊芊的星之管，谢谢芊芊宝宝。飞宝在这里，飞宝你真的坐死的边缘疯狂跳舞哎、欸，为什么飞宝宝在跳舞？扎竹。好酷哦！飞宝的求生欲呢？问飞宝谁比较重要？我是说问飞宝谁比较重要？这跟爸爸妈妈比较喜欢谁不是一样的意思吗？这太残忍了吧！还有那个什么谁掉到水里要先救？对、欸，好哎、欸，飞宝说，我跟猪猪、欸、都掉进水里，你要先救谁？你要先救谁？黑哥有我说黑哥。谢沈威的星之光 ，Hello 新兰 ，Hello 黑哥，祖祖的大爱，先救谁？飞宝宝有回答你吗 ？Hello 玉萍，不会，他到你，我就说他会在你那边留言说会会，然后在我这边留言子竹这样。没有，飞宝说他先去学游泳。好，可以。那如果学会了，你先救谁？哎、欸，你很坏，你超坏。神威说阿力正解，他说我们两个掉下去先救阿力。没有吧，祖祖应该不用救吧，祖祖掉下去感觉脚是踩得到地板。
啊，嗯，直接站立这样。嘉诚也不会游泳，没关系，你赶快去学嘉诚。洛瑞笑笑也不会游泳，我突然想到，大家都不会的，还有笑笑问我在你那里，可恶！飞宝飞宝宝也在你那里呀、啊，你借我一下笑笑啦！飞宝，你该过去哎、欸，笑笑那个我们家会不会找你？袁乃宝最过分，他去那也不要。没有，袁乃宝说不会让小慧掉下去啊。袁乃宝说你们麻烦自备救生衣，谢谢。还有想到就是在亲子馆，如果祖祖你掉进那种有泥泞的地方的话，感觉你会直接插在那个。他们说不可以，很像水笔。他们说不可以挣扎、欸，他说越挣扎会越陷越深。所以应该要不动，然后水笔仔的部分就是不是啦，掉进水里的时候。谢谢灵宝护队的心之冠 ，Hello 浪客246，直接丢游泳圈给我们就好了，好像也可以，我们两个就可以撑在一个游泳圈上。祖祖，你会游泳吗？我会啊，我是游泳队的宝贝。我以前是游泳队的，我是游自由式。飞宝救我！笑死！我会游，但是我体力不太好。救我！还会潜水，祖祖你会潜水啊？对啊，我有那个那个救生员吗？不是那个 Paddy 证照。就是一个水费加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个呼吸的那个的氧气瓶的、那個。哎、欸，我刚刚看一个留言，他说我记得祖祖还有潜水执照。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看的人说祖祖会去潜水热舞。谁潜水热舞？没有，我看错了。水费是什么、啊？水费就是交水费，就是有氧气瓶的。我这个月还没交。哦，你说要带那个，然后背着。对，长颈鹿掉到水里会头会在水面上，没问题。对啊，谁水上芭蕾？谁啊？哎、欸，我们一起去学水上芭蕾吧、baby。可是那个头要在下面呢、欸。而且还要捏鼻子，还要化很夸张的妆，还有全防水的妆。对，最好是先带一妆。为什么是？当然啦、啊，哎、欸，我们潜水素颜会被吓到大家呢。都在水里啊，还好。就是如果你露出来这样，这时候你就会吓到大家了。你这是应该是表情管理的部分。我刚刚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我忘记了。你为什么忘记了？忘了。哎、欸，对你为什么有特效？我也要带一个。好啊，我今天是天使。袁乃宝还在吗？袁乃宝可以帮袁乃宝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帮我 say hello 吗？因为我现在要跟慧慧聊天啊。哎、欸，你怎么这样利用他？你很坏哎、欸！我没有很坏啊，我想要请袁乃宝帮我。是补口红的时候，因为我怕我在这边说谢谢的时候会打到你讲话。对，刚进来都 hello，、欸、飞宝宝要帮我吗？飞宝宝要帮我还是要去帮慧慧？还是树宝宝？怎么又一个选择问题？不是啊，树宝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帮我们可以吗？祸水东引，我看到管理员了，还是树宝宝愿意帮我？谢谢灵宝对，辛苦了，还是神威要帮我？现在我被打哪里？对，原来宝，快点，飞宝宝，你赶快帮慧慧，快点，快点，飞宝宝，帮我们家乡村会。我是小恶魔。你是天使哎、欸，可以耶，我觉得很棒。可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以为我自己是小天使，但我每次的装扮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小恶魔，就是比
比如说我以前的就是工作里的装扮都是恶魔类的，就是我连我之前的 model car 也是、嗯、旁观者看得比较清啦。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虽然你现在是小恶魔，但你只是小天使了，宝贝。嗯，你觉得呢？嗯，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原来我是小恶魔。老说对耶，对，因为他在我这边说，是对祖族的部分还是我的？他说你的部分，因为他在我这里说，我就是小恶魔。哦。主主来 TP 身上天使，你赶快开啊！你赶快开，可是我关了呢。可是因为我灯可能开很强啊。啊，我就开这个特效。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很棒。看我平常多黑啊，天哪！不会啦，我觉得是因为你今天真的有比较暗。为什么？你这个话没有安慰到我。不是啊，我的意思说你的那边整个环境都比较暗，就不是你的脸暗。哦，没有，我之前开。直播就这样了，哪有？我之前有去看呢、欸，比较亮、欸。有、啊，还是你换位置？换我搬家。对哦，我都忘记了，换了一个位置。只是我们现在应该来比一个什么半身的时尚照。好，预备，三二一 ，Take one。哎哎，什么？我不用讨论一下吗？太难了吧，太难了吧！我以为是直接来、欸。太难了吧？好的，预备，我们先牙痛，牙痛、头痛、下巴痛，好不好？牙痛、牙痛、头痛、下巴痛。好，一二三，牙痛、头痛，好难啊！哎、欸、嘿，哎嘿，嘻、啊，头痛，头痛，下巴痛。头痛，头痛，头痛，哎，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真的吗？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这样，那我这样，那我这样，头痛，那我要闭眼睛。好，可以。头痛。那我牙，你那个是什么？头痛啊！啊，整颗头都痛。下巴痛，下巴痛。那我这样好了。下巴。这是什么黄梅拍照姿势？下巴痛，下巴好痛啊！哦，下巴痛，为什么要厌世脸？好，我们现在看点厌世脸，一二三。厌世脸是不包含动作吗？对，就这样吗？你这样吗？对。啊，我来问一个慧慧一个问题，好，慧慧，我今天哪里不一样？是太难了吧？对不起，我是抽纸，那我看不出来。没有，我旁边认真看你这个画面超小的啦，谁知道啊？完蛋了！刚才那是中风吧？什么东西？下巴卡住，关不起来。哪里啦？好，我要告状。切尔东说没有，切尔东说小慧是落枕。绕枕应该是，骂他，快骂他！绕枕是这一样腔的部分没有，我真有不一样，快点，我哪里不一样？你特别蠢。家属说，家属说，他叫我说，说你特别蠢。米宝说双下巴不见了，哪有？我双下巴还在，好不好？硬逼上下巴，小慧好黑哦！拜托祖祖念我，落日一笑笑。你应该把笑笑 ban 掉吧 ，ban 掉 ，ban 掉了！你笑的什么？太夸张了！他其实是说小慧好可爱哦！拜托祖祖念我，我说小慧好黑哦！拜托祖祖念，落日一笑笑。哎呀，我笑到流泪，都是笑笑的锅。你刚才讲这样就是笑笑的锅，没事了。他来我就把他编掉。笑笑对不起，笑笑对不起。好了，我跟你讲，我今天不一样的是这个银眼吗？嗯，绿色。嗯，
看得出来吗？哎、欸，你怎么买那么太显了吧？好美哦！大头上下美啊，一直都很美。冤枉啊，大人！在这里。哈哈哈！切尔东说：“笑哥，拜。”做得好，怎么？扔掉它，扔掉它！哎呦，我快笑死了！哎、欸，学长早安。写什么？没有，我在跟孙磊学长。哦，是，对不起。早安，落日，拜拜，糟糕，对不起，不敢回去了。造谣大本，我就来等笑笑来。我也期待耶，笑笑拜。哎，我快笑死了！笑笑，笑笑，快去，快点，快点去！我要等他来，他不来，他不来、啊，快点，快点，快点！然后我就真的 ban 掉。哎、欸，我觉得很好奇耶。Hello， 毛娘。你说 ban 人是什么感觉吗？你可以在那边 ban 一个人看看。ban 你吗？那我们还有办法合播？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你要 ban 谁？你 ban 飞宝好了啦。笑笑来了，怎么样？我 ban 掉他。扔掉他，踢出直播间。哎、欸，我按了，他说 OK。笑哥还有纸踢是什么意思？我真的按。纸踢是什么？纸踢是什么意思？我真的。笑哥，你回不去了。笑哥没事。我已经分了。你让他回去啦！你这样我会很对不起笑笑宝、欸。内心充满了愧疚，陈舅舅回来了是不是？笑笑回来了吗？好好笑，笑笑没有回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他这边有，他这边有，除非他那边是什么网页版吗？笑得好累、哦，我的天、啊！我对不起笑笑，笑笑在干？哎、欸，你在吃什么？为什么我的眉毛不见了？哦，巧克力，你要吃吗？啊！我倒给你了，一二三。我倒给你吃。你要另外一边，你要另外一边。哎、欸，可是我这边是这边。哦，好，那再好，那不要，那不要，那不行，那再吃。一二三。可是我这边是这样，好、啊，我两边都这样。你这样啊啊啊！好，可以。哎、欸，好了啦，掉太多了啦！米宝说错边了。哎、欸，可是我看我这边是在左边，还是因为我开镜像？不是英文 T， 什么东西是注音型？轩哦。啊，真的没办法。哦，笑哥还有哦，笑笑宝还有紫萱前辈是不是？哦、谢谢 NDJ 啊，哦，没默契的两个来这边看我，两边观众看到的不一样，在那边耍蠢。对啊，我们是啊，那都两边都很漂亮。哎、欸，我们来一起唱，我这边放吗？我瞬间很紧张哎，没关系、啊，我不能，因为连播不能开镜像。镜像是什么意思？不行啊，镜像。为什么连播不可以开镜像？他说的、啊，我说我要开镜像，他就不给我开。真的、啊？拜托各位了，怎么了，笑笑宝贝？笑笑宝贝，我对不起你啦，我不小心抹黑你了，我爱你哦，对不起。哎、欸，我们不可以比爱心哎、欸！你是不是跟面面比过？对，你很糟糕哎、欸！对不起，你很坏，你是坏蛋，我不要跟你比，我比蛋。我跟你讲，我也没有跟莉莉比好吗？这样可以吗？你跟莉莉比，不行不行，我跟莉莉的时间凑不起来。对，他都早上。嘉诚问星星妹要谁演？我们剪刀手不剪刀石，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剪刀石头不？我们是平手吗？好，再说，剪刀石头不？啊！我是星星。好，我等一下
家演星星。会九九力吗？什么是九九力啊，宝贝？就是一部经典的作品里面的啊。阿力是十一点哦，小慧早上起不来，所以你没办法跟阿力一起。星星组没有，我今天早上醒来，我今天上课上完班之后跳阿力的那个框子，真的、哦，还不，你好棒哦。哎、欸，我们真的要唱哦，可以只唱副歌的可以啊。放眼睛的唱，你有拍乌吼 MV 吗？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自己乌吼，我们在这里自己嗨。我们两个好像不同步哎、欸，真的假的？真的，完蛋了。是指啾啾冒险野狼这个的姿势哦？野狼吗？哎、欸，你这样好好看哦！快截图小慧，她这样子好像厌世少女哦。哎、欸，好美哦，我觉得可以。你这好像动漫角色、哦，我觉得好 OK 哦。快截图，快点，帮我截图，我要这张。我看我猴子在干嘛？等一下，不要动，不许笑，厌世脸。看我，很好，不要动。好，三二一，三二一，咔嚓！啊，这个时候有人，等一下，等一下，你回去刚那个，刚刚不小心有人射火箭挡到了，再次，一二三，咔嚓！好，可以。你要钓鱼睡觉。嘉诚说有人要演星星，有人要钓鱼睡觉。你要钓鱼睡觉。我要咔嚓。我演鱼。那我演星星。哇哇！接好多炮。谢谢嘉诚。原来宝黄鱼陈恩。姬思阳说是起床落枕的姿势，起床落枕姿势应该是这样吧？应该不会有什么姿势啊，是啊，啊对，就是叫被叫的时候会，啊，会整个人甩。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先转过去，齐慧，啊。哎，我好像转太多了。怎么了？怎么了？齐慧，啊，怎么在哪里？这边，这边。我其实我不知道我外面的人到底在干嘛呀。林毅前辈有在 MV 里面睡觉，我怎么没看到？哎呦，他豆菇对不对？钓鱼豆菇。哦。嗯。谢谢马哥，我是钓鱼的境界大师。对，你要钓鱼。Hello C H I H， 好烦啊！效果十足，100分。好了，我决定放弃了，因为我们两个不同步。可是我这边感觉没有延迟多少、欸，你那边我有看到好像是正常，可是我这边好像有延迟。我用、哦啊，因为我用小紫竹看你啊。哦，你，哎、欸，哎、欸，为什么？哎、欸，你知道我小紫竹是你的粉丝了吗？我已经加你粉丝团了。我有看到，我想说 ，why？ 为什么迷你？因为我抽到了。你不要叫他的名字。迷你猪是迷你猪，小紫竹是小紫竹，我等下被姐姐ban掉，我跟你讲，宝贝。哈哈哈哈哈哈 ！Hello， 谁？星星竹加星星会。我们到9点了。哦，我们9点好像差不多要休息。而且演那个啦，演那个要那个吃鸡了。啊？要吃鸡了？吃鸡？嗯，就是。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浪 life 里面有吃鸡的活动，然后这个吃鸡的活动呢，它就不能连播了。哦，嗯，它会关掉连播的功能。
啊，好酷哦！你知道我这边是慢半拍，所以看起来很像傻逼蛋宝贝。还要讲这样？啊？哦，而且是讲完以后三秒，然后哦。你才是笨蛋！我快笑死了。然后三秒，然后哦，你竹蜜怎么那么可爱 ？Hello， 看嗨。哦，我们看荧幕不会。哦，所以我们这边，我这边看的话会 delay 吗？好啦，九点了，要放你回去，要放你回去跟你宝贝们聊天，我不能吵你了。我只是想要来跟你聊。我要关了。你要关了？差不多了。哎、欸，是吧？我看一下。怎么那么快？我看什么？我看我等一下有没有事情要做。你再跟他们聊一下天啊。问要不要开会？还有三秒，然后哦，开念。我占用了你的十五分钟。你要给他们十五分钟。哎、欸，联播好好玩哦、喔！你很开心哦，是不是？而且是这次是你邀我之后有那个跑，把你 first time 给我了。之前，你不要用那表情。我们看荧幕不会。哦。OK。你这样会不会不要这么长大？ Okay. 好不好？没有，我通常没有开车的，但我才都不开车。什么是开车，宝贝？遇到你才开。我只是想要来跟你聊。我也不知道。开布布。嗯，我会开布布，我很厉害吧？你会啊，我有坐过你开的布布，是不是？很厉害。好啦，你回去跟你宝贝们聊天啊，我这样一直打扰你们跟你宝贝们聊天。我只是想说要试试看，不然你每次都帮概念。我占用，每次都说会被边缘。今天有没有开心？有没有开心？联播，真的很开心哦，是不是？我有点头痛。为什么？这次是你邀我之后有、那個，因为我那个，我是说我猜拳大会的时候，我嗯、你不要用那表情，不要用那表情跟那个，然后看了医生之后，医生就说，啊、okay. ，就只是睡眠不足。对，这样会不会不要这么长大， okay. 好不好？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冷热调节加上那个你太累，对，就是我们是什么？开车就是我也不知道，又一下在冷气房，一下又出去太累，就是我们集合时间也比较早，然后冷又一下在冷气房，一下又出去外面，然后又一下冷气房，一下出去外面，你就会头痛，因为我之前也会这样，所以我都会随身带精油。我跟哦。像是更强，那个真的很，像是更强，那个真的很有。我说我跟医生说那个，我四天只睡就这样，哦，难怪的，难怪，好酷哦！我们这样根本就是平常在聊天呢、啊，真的看我们在聊天。我还是有回话，我会，聊天，我还是有回话，就不会吵到你说话。哎、欸，说话，哎、欸，真的，哎、欸，我是不是也可以用？对啊，假的，我没办法。哎、欸，我是算了，我是该哭。算了，你要跟你的宝贝们聊天了。我把慧慧还给慧心们。哎、欸，要怎么结束啊？这边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连线中，旁边有一个打叉叉，打叉叉。啊，你打叉叉。嗯，给你打叉叉。拜拜，回来了，宝贝们，飞，啊，我打错字了，对不起，原来把我小。我是要打谢谢管理员，对不起，我再重新打一次，对不起，原来吧。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柳橙 ，Hello 太极 ，Hello 欧丽 ，Hello 神威 ，Hello 阿弟 ，Hello 神威 ，Hello 阿哲 ，Hello 马哥 ，Hello 西恩 ，Hello 飞宝宝，欢迎回来 ，Hello 小蛋糕 ，Hello Spin。
怎么一直连线？哦，一直连线哦。现在还有，但是只有 only 足足了， only 足足了。你们可以独享我，笑死，笑死。原来宝石是没看到，好，太好了，原来宝没看到就好。Hello 小白 ，Hello 小白兔，什么？看得出来，看的什么东西断线了 ？Hello 线了。Hello 鸡丝牙，帮主族什么？帮主族跟游客打招呼还要被呛，太难了。没有，原来宝没有看到。原子族你卡了，假的。现在，交换低迷的空气都吹飞，耶耶耶！现在呢？一直重复，卡卡的，卡的。你刚问，你刚要对不起啥？你刚问，你刚要对不起啥？为什么我？为什么我宕机？很相似的感觉，很相似的感觉。我现在正常吗？为毛我宕机？为什么我宕机？你迷的空气都吹飞，耶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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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我现在这样正直，我猛，我猛。Hello， 一晨 ，Hello， 佳琪，嘉诚 ，Hello， 马哥 ，Hello， 俊逸 ，Hello， 沙凯 ，Hello， 原来宝，原来宝，我现在正常了吗？卡卡还是卡卡？Hello 吉思阳 ，Hello 晨晨 ，Hello 神威 ，Hello 雕梦 ，Hello 神威 ，Hello 杨雄。现在我是中了无限阅读，无限阅读吗？卡卡了，为什么？某要这样子对我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嘞？为什么我这样子一下子就宕机了嘞？卡卡，回溯中，昨天的阿里也卡卡，回。
原子族正常吗？原子族正常吗？宕机，一讲话他就宕机。谢谢汉的星之冠，星之冠，浪的皮卡丘比另一个浪的皮。系个红飘带，再系个红飘带，天天好运，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Oh my god，Super 永夜 C， Hello 老沙， Hello 小白兔， Hello 树宝宝， Hello 朱莉恩，我这里也当街了，我的电脑也。我觉得我想要好一点，
再重复好运。My God！ 在吗？在吗？爱，别伤害。谢谢宝宝，谢谢宝宝，梦珠心，好像复活了耶。谢谢行直管，
是自动。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